护摩法会，主起功德主，一切一般随喜等不同级别的报名有什么区别？我认为你这个问得好，是钱的区别。主起给的钱是最多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功德主给的钱就少一点，就是少，功德主的钱就给的少一点。一般随喜哦，报名啊，随喜啊，那就是更少一点的。那这个是这样子的，看你自己的能力，你的需要，你的能力。其实我们讲功德是没有差别，只是你能力有的话，你可以多做布施；能力没有的话，你就布施少一点。甚至于你自己也是很穷困，那就不需要，但是仍然是有功德。这个区别在于钱多钱少，但是功德是一致的，只是你的布施的，你想多一点布施，中等的布施，大的布施，中等的布施，小的布施，没有布施，一样是有功德的，只要你跟着修法。